你说叔叔早上好。叔叔早上好。咱俩今天去的地方呢，需要穿特别厚的衣服，你知道吗？然后爸爸把那个你的那个，我打喷嚏了。从您的角度来说，还是觉得老公陪孩子的时间还是少了一点，是吧？不是少了一点，是少太多了。其实他们俩要在一起对诺伊挺好的。三姨，你小心诺伊，诺伊你小心爸爸啊。喂，我去到水里。我掉了。哦，这你现在沉了，行，那咱们去洗脸刷牙好不好？我掉了。你不会掉了，咱们去洗脸刷牙来。爸爸，这个袜子我有点创伤。只能说你妈妈太会过日子了。听奶听爷奶奶话，大哥。再见，爸爸。再见，妮娜。行，你啊，跟跟着走吧。就剩咱们爷俩了啊。对。专业教训。我不吃。那给你包，你咋不吃啊？我不爱吃鸡蛋。猪蹄儿，猪蹄儿。爱吃啊？大猪蹄儿。大猪，我什么时候吃大猪蹄儿？你快点，快点，你快点。打鸡肉。怎么会在这里？耶，这个很棒。比较便宜的。这样子不行。用这个方式送你过去会比较便宜，你知道吗？好。OK 了吗？我们现在可以走。渣渣的啊，同学，我们今天要去哪里啊？今天要去。我们去哪里？我不知道。那跟爸爸去哪里？爸爸去了。玩球不行。哇！你怎么这么早？啊？你怎么这么早去？你比我们还早。你得弄点，然后呢，搁在箱底儿。真的，没事，他这段会掐掉。哎，哎，小子，哎，哥们儿。我觉得辉军同志应该可以想办法。没有单独带他出去，他妈不在身边，我觉得我会容易抓狂，会乱的，心里有点怵的慌。
没有，这第一次，这大姑娘上轿头一回，从来没有的，从来没有，还真没有。一年365天，我有350天在拍摄现场。在他们第一次喊爸爸，第一次抬头，第一次爬，第一次走，我都基本上没有在他们身边，没有太多的这个时间，那也没有太多真正交流。我没烦他呢，他先把我给烦了，他先烦我了，人家自己走了就。我是他的玩具，我也花很多时间跟他在一起，比任何东西重要。爸爸和孩子们的第一次旅行即将开始，不过在这之前，他们要经历一场特殊的密室测验。我们准备了暗藏摄像头的空房间，告诉爸爸们接下来要接受采访。但是在采访之前，除了无聊等待之外，别无选择呀。爸爸们会如何度过跟孩子单独相处的这一个小时呢？我们在这里面玩。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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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傻不傻？我傻。采访你怎么说呀？他要是问你说你叫什么名字，你怎么说？林。说你来干什么来了？参加节目。什么节目？爸爸去哪儿？这爸爸在这儿吗？在哪儿？这不在这儿吗？你不是我爸爸，你戴个假头套就装我爸爸。我不是你爸爸。啊，你就戴个假头套，把它给我摘下来。喝点水，来。啊，你看。这个新规看，对，这肯定有电吗？这有没有电，妈妈？有电。有，这个能把我给电死吗？这能把我给电死吗？电不死。哦，我一叫这只声，他们就听到我，他们就赶紧伸手把一只赶紧跑过来，我就可以找到他，我就高兴地抱起他们了。哇，好像公主的房间哦。春儿，你衣服都 good。That's a good pose。再给我一个，再给我一个。那太 over。着急，哎，没戏，他们肯定把门先关上了。哎呀，我不耐烦了。肯定会出去的，咱们肯定会出去的。我现在都要出去。小心！哇！妈妈妈妈妈！我困了。那你先睡吧。是不是太亮了？这个地儿是不是太亮？对，我都刺眼睛了。哎呀，对不对？哎，我看，哎，别动，怎么办？天黑我们就没吃了，怎么办？那你叫救命吧。救命！你这样人家都就会开玩笑的，还笑着转。你用你自己魔法打开门。阿布拉达布拉，阿布拉达布拉，那我的手让你可以打开。不着急，不着急。咱们找个什么线索呢？怎么样？这样。有个东西，看没有？那是个好像是个摄像头。你先出去，然后给爸爸开门。好。站着东西了吗？
什么？站到了吧？太好了，好，就像没发生一样。耶耶，哇塞！是不是让我找这个线索？No, 这不开玩笑，诺伊，这不不许放嘴里，电池不要放嘴里。能动能吗？我跟你听这，你听音乐，亲爱的。我在敲下门，如果没人开，我就把这门弄开。罗罗在吗？雪莉，把玩游戏把那门看一下就啪开了，你看啊，你不用看，你看啊，咱是游戏，亲爱的，我告爸爸没不是生气。喂，来的。没开，没开，那爸爸再试一次好不好？喂，可以出去了，刚才他差点就把我们给关起来了。这个是谁 ？The bad guy。外星人。外星人。他是外星人。外星人。不是坏星人。外星人，他是好心的。坏。好，谢谢各位。刚才是为了真实的评定你们父子之间关系做的一次测验，现在测验完毕，门已经打开了，欢迎您和宝贝们加入《爸爸去哪儿》。最后编导在说谢谢你们来爸爸去哪儿那一瞬间，我那个眼泪快下来。耶，我真的很感谢这有这一个多小时的时间。我们小美，我们继续聊啊。哦，好，要在这面聊吗？对，好，拜拜。拜拜。其实你不觉得我们一定在里面很久？他的游戏太幼稚，我玩玩我就没兴趣了，我变成纯陪吧，我就特别无聊。面对孩子，在孩子的面前，他很嫌弃你，你没看出来吗？耶耶，哇塞！给他打个分，多少分？最后一个问题，60分。你可以吃60个棒棒糖。我什么都不说。知道我在说什么？给你家里的人排名，你爸排第几啊？排第一。Let's go， 上上上。哦，我觉得像个男的。嗯，但是男的怎么是长头发呢？啊，你管呢？你见过爸爸留长头发吗？见过。哪儿？那个降龙十八掌穿着个烂浴巾。什么叫浴巾呢？穿的那叫衣服，什么叫浴巾呢？我想跟他一起聊会儿天。聊什么天？我前几年见过观音菩萨，他劝我跟你一起聊会儿天。观音菩萨劝你？他说那个诺伊，你跟爸爸聊会儿天，在他的车里头，我一会儿就可以给你好吃的糖。我说你
觉得这会不会很艰苦？那你觉得呢？会不会很艰苦？不会。妈咪，妈咪，干活了。妈。而已啊，你看它不会咬人。我爸爸。OK， 没关系了。看。爸。不用怕。看。我。欢迎收看由成长只有一次给孩子最好的伊利 QQ 君冠名播出的《爸爸去哪儿》。感谢合作伙伴中国洗衣液领导品牌蓝月亮洁净在身边，指定座驾长安马自达全新 CX5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爸爸和孩子们的第一次旅行来到了陕西省北部的革命老区榆林市子洲县，厚实的黄土层，空旷的高原，铸就了黄土高坡的风骨神韵。热情好客的子洲人民正静静地等待着爸爸们和宝贝的到来呢。来，诺一过来，一会儿见。哇，你过来看看，大不走啊，听着我的话，大不走。我们下车，慢点慢点，等爸爸，等爸爸，等爸爸。Hello Hello Hello， High five 一下， High five 一下，来，又 High five， 谢姐姐好， High five， 哇，他长得好帅哦，睡得好吗？你问他，大家都跟他讲啊，怎么听到？睡得好吗？有，很好很好，对，哇，你爸爸的手指甲是不是你涂的？对呀、啊，我也是，我也有啊。你也要吗？你要不要跟他？你要不要？我也有。他比我大。啊，好漂亮，好漂亮！你看姐姐手漂不漂亮？你看你的手这么粗，好丑哦，是不是？呀，我走了，山上呀。在那个他们喇叭上。OK， 小心这里哦。小心姐姐。看那个小毛驴，你好。刚才我的歌唱的怎么样？好不好？那里的蛋蛋破在那个沙窝窝里啊！老乡们，欢迎来到由儿童奶品牌领导者伊利 QQ 星独家冠名的《爸爸去哪儿》。欢迎来到陕西省子洲县望洋洼村，我是村长李瑞，欢迎大家。好，啊，那看啊，那乡亲们啊，都从四面八方赶了过来了。乡亲们，亲人们来了，咱们进村庄。好热闹哦！好不好玩，今天？来下来吧，下来吧，下来哈！我下来了。哇！哇！那不理我们了？你不理我们了？你们两个不理我们了是不是？我们走了，我们走了。
我喜欢康康哥哥，我是康康哥哥的好朋友。那你又是康康哥哥的好朋友，又是我的好朋友，好吗？行，好吗？啊，我和康康哥还有你一起都是好朋友。哎，蓝石头，好，来蓝石头。爸爸做做梦。过来，来，都在这一边。好，来，我们集合，站到爸爸这里。来，萱萱，集合在爸爸这里来了。萱萱，你长大了，你长大了，结婚也要回家的呀。啊，好，宝贝们好。好，村长好。村长好。谢谢，宝贝们，你们有没有发现这儿的房子跟我们住的不一样啊？有三栋呢，酒店里。酒店里，我们是住酒店吗？好，告诉大家啊，这儿的房子都叫做窑洞，当地的老乡们呢会在山里边掏一个洞，然后就在黄土里边建房子，这个就叫做窑洞。我们在这两天呢都要住在里头了。哦呦，那怎么住呢？我们就要开始选了。大家看这里边啊，这里边有一个小羊羔，有一个扫把。还有一个面花，还有一个玉米剪纸，对不对？好了，接下来呢大家就可以在里边来任意挑选一个，你们选了哪一个就住在哪个窑洞。你想选哪个？就是一二三四，还是来一个羊吧。想选羊是吧？大家选好了不准后悔啊。轩轩，选哪儿就得住在哪儿啊。好，我们选羊了。完了，这心拔凉拔凉的，拔凉拔凉的。完了，没事，没关系。大金，你选什么？除了羊以外，这个好。轩轩，这两个已经被别人选了，然后就这个还有包谷米，你最喜欢这三样，你最喜欢哪个？你指一指。包谷。啊，包谷啊，好。什么？不是，我觉得应该选，应该选笤帚。没事，放你哥哥那儿。哎，我丁诺，很，你听我说，诺一，姑娘，哎，有这窗花，有这个扫帚，你选这两个，你选一个，爸爸不看啊。命运交给你了。这真不干的。你选一个诺伊。选一个诺伊没关系，大胆的去选。你选哪个？你觉得？不，除了这以外，只有这个和这个，这两个你选一个。好，笤帚拿起来。选这个，诺伊一看就是爱特别爱干净是吧？为什么选这个？能扫地。扫地，因为它可以扫地。我也爱干净。第五个就是夏天的了，夏天自己去拿吧，窗花是你的。好，那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要把你们所有的手机还有零食玩具全都交到村长这儿来。把你的手机给我，爸爸，把手机给我。好。钱包让你了啊！村长，这都要交的。在这边，我要先表扬康康，他刚才告诉我说，他爹偷藏了一包咸菜。这是你妈干的。你把咸菜给交出来。胡浩康。好，这儿呢。哎。拿走吧。这是什么呀？咸菜。还要给我。给村长。哼，村长，他是骗人的，我已经发现咸菜了。发现了吗？啊。哼，这里发现。咸菜怎么样？这里的。这完了，这太狠了，这个。不信。这里还有吗？不行哎，你这个得交出去哎，不能藏起来。啊！你又给村上翻出什么来了？翻出小事了。
这些哥哥把吃的全部都交出去了，你不能留的哦。我好饿。我知道饿，这里有吃的，把它交出去好不好？那把这个书包扔了。我们只把吃的东西交出去，我们过两天录完节目，我们就可以。关萱萱，关萱萱，好不好？我们把糖交出去，我们要诚实，好不好？你看，姐姐、哥哥、姐姐们全部都把它交出去了。不，这是我饿了怎么办？饿的时候，爸爸会努力给你赢得食物。不，过两天我们走的时候，他还给我们的。姐姐，你都把你的零食都交出去了吗？对呀、啊。对呀、啊，你看姐姐都交出去了呀。我们要跟姐姐学习，好不好？他怎么了？他还有一包糖，他不愿意交出去。哎，萱萱。对了，萱萱真棒，萱萱特别棒，萱萱。下，把这个警察完了，然后警察箱小箱子。哇，这个自己交给社长，藏的这么深的都把它交出来了，对不对？对。好，警察小箱子现在。好，真棒，真棒，很棒，很棒，很棒，萱萱。我们先来看看我们今天中午要吃什么，好不好？就在那边，老乡们已经准备好了，我们去看看中午我们要吃什么。好饿了是吧？来，快赶紧看看要吃什么东西。啊，那有好吃的。妈，被他弄走了。哎，小心不要摸这个。哎，公主，不要碰这个。公主，别烫着了。别烫，远一点，这就是乡亲们给我们做的午饭，这个叫做亚河洛，有没有谁可以试一试的呀？哦，我压了啊！别给压断了。哇！完了。坏了，咱们都没得吃了。你看看，你得赔了吧？造反了！大爷大妈用一辈子都没用坏了，已经用不到半分钟。那你弄坏了还不说对不起，还不给赔？对，你新买一个呀？新买一个，给他们买一架新的，是吗？对。OK， 非常棒，真有正义感，来赔了是吧？这里喝水也很困难，吃东西也很困难，所以说你不能浪费东西，你不能浪费食物。在伺候吧，伺候吧。我收着。我齐了。哎呀，我把它收了。哎呦，宝贝儿，你太棒了，谢谢。刚才村长都忘了这个，谢谢你啊。看人干啥嘞？不是康儿，你什么意思啊？你什么意思啊，康儿？太棒了，康儿真的是特别棒的一个帮忙，他帮我把所有没收的东西都收了。抱着给他送回羊圈去。来五号。羊吧，这心拔凉拔凉的，拔凉拔凉的，完了。第二差的应该是羊，就是那房子再把羊圈的意思。怎么样？哇，不错，挺好。非常好，你喜欢吗？喜欢。喜欢 ，OK。对了，这就对了，挺干净的，非常干净啊。
yes， 走啊，我们家这么多大米啊。Hello。哇，这不是马，是驴。Hello， 给爷爷们问好，爷爷好。跟爷爷好，问爷爷好。爷爷好。你看，你看，给我叫奶奶，叫奶奶。奶奶。奶奶在这边。奶奶。你看，这是我们今天晚上要住的房子哦，你要想不想进去看怎么样子？我觉得包谷应该是最差的，包谷就是粮仓的意思。指一指。包谷。哇。哇哇，还有门槛。哇哇，好棒哦。对啊，这是我们的床。你看，还有我们的 QQ 星。哦，还有 QQ 星是吧？开始他瞅那房子的时候，我就扫那跟打扫院子一样，我挺高兴。罗伊，罗伊到二号了，咱远远的看一下，记住他长什么样。你看这棋，罗伊。你看像不像师傅？咱们那个水泊梁山那个，咱爷俩到这儿占山为王了。一手我有的腰肉，对吧？人说140年前那个洞就有了，炕上有破草席子，破草席边上就是土，全是土，全是灰。哎呦，我的天哪，你干嘛呀？这样，真行哎！我就知道，故意给我们来一个最那什么的，先不是你听我说，肯定是什么先那什么，再贴牌。我跟你讲，没事儿，我们爷俩呢，好多人想看这个，可以。聊一聊这两天这个生存大计，还不是生活大计。一号，啊，在这里边。你怎么知道在这里边？是不是上面写了吗？126。好了，到地了，下了。一号，走。哎呦我的！我的妈呀，这是窑洞啊！哎呦，这还有人，这就是你们家吗？你们家很漂亮啊，很漂亮，很现代吧？我没想到窑洞是这样的嘛。那为什么会动啊？它不会动啊。刚才会呀？不会呀。你看，等一下哦，等一下哦，停，动，等一下哦，要等。OK。你看没有动吗？他动了。没有，有啊。问他一个问题，他好像会点头。你喜欢这个家里吗？我是50岁，我是不是5岁？你喜欢我要穿这个吗？有漂亮吗？1、2、3、4、5，来甩甩甩甩。有漂亮吗？爱都爱都给你，我爱你，我也爱你啊！爱你爱你爱你！哎，好开心哦，对不对？那一爸爸教你个成语呗，四个字，叫家徒四壁。这四个字儿就形容咱俩现在住的这个地方。师傅，你看我，你看你爹冒烟了。对，因为他这个他就不能用，都封死了都是。发。哎呀，我要纸。来，过来到外面，来。你过来，那好，现在可以，现在没事儿。我有纸。
这就是刚才点火点的，你爸爸说不能点就不能点，你就听爸爸话。现在咱们不能回去，里边咱们待不了。待了。你说今天如果再不睡觉的话，我们就没有吃点东西吗？你刚刚不吃东西吗？来睡觉。打拳。睡觉。打拳。打我一拳。不，我要你戴拳套。不要作哈。我要你戴拳套。我们就一个组合拳结束好不好？一个组合拳把爸爸打 KO， 好不好？那你把我打 KO。 好，我真想把你打 KO。 Round 1。 好，行，好，没有 KO。 我已经被你 KO 了。去这是好吃的。可以吗？我可以喝吗？特别想喝。爸爸，我可以喝吗？特别想喝，可以吗？可以，你喝一个。我很怕你生气。我不生气，是怕你生气，我拿的时候我就害怕你生气，所以就慢慢的。哎哦，这一双得剪，这我就当我们的家吧，咱们还是别住另外那个酒店吧，咱们别我的住在这儿行吗？好，你觉得这个蜜棕怎么样？好。没。这里特别凉快。我睡那个小床里头，爸爸你睡那个大床里头行吗？爸爸，好棒啊，这个好大。喂，觉得好就好。哦，谢谢宝贝。进啊！你快点躺下一下，或是你会太累了。一二三，走。累不累？不累。不累？我出去散步。散步？真的？到羊圈那看看。脚，我不要你脚碰到地板了。没关系。对，苹果洗过了，吃吧。给他这个香蕉。哎，不，你给他们呀。那咱们嘞？你进去看看。哎呦 ，Hello， 你好，你要看我们家吗？好，去看。啊，给你带他进去看看，好像吗？像，他可以动。他是 Mark 吗？我被分到那个啊，最糟糕的啊，真的。哎，这个也还不错，这不是不错，是太好了。那这个是什么？这个很棒。你要跟他说这个些什么？他说用这个的话，你要亲人，人家要亲你哦。你疯了！好，就慢慢就行了。我要第二个姐姐。那个姐姐，哪个姐姐？就是刚刚姐姐。
侠们，五月的阳光可暖了，五月的槐花可香了，五月的热闹可高兴了，高不高兴啊？高兴。今儿个咱们望洋望窗搞个运动会，哎，运动员入场，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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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场入场入场。来，咱们村民队起个什么名儿？大声告诉我们，爸爸队。汪洋娃顶呱呱。汪洋娃顶呱呱，你们叫什么？比较响亮的名字吧。我们都是带，我们都是带着孩子，都是爸爸，我们叫做爸爸爸，酷爸，酷爸，萌娃，吃呱呱，吃呱呱，好，啊，酷爸萌娃吃呱呱，好，第一个咱们比抠玉米，我们每个队派一个代表，谁先抠完了五个玉米，谁就赢了。派谁？这样赢。咱们这边谁派谁？我觉得他们两个最厉害的。我们俩，咱们俩怎么样？走，应战，来，护军，来，过来。什么意思？加油，加油！孩子不比啊。输了那个要受惩罚，头上会有东西砸下来。如果输了的话，他那大铁桶就掉了。预备，开始！国军加油！国军加油！太快了，输了哦，干净哦，哇！第二轮咱们谁上啊？谁来？那我先来，你定哥，你先来吧，还是我来？都行，你来吧。那啊，你先来，给你的。那我来。健康生动，你先来。来。啊，他怎么够两根这么大的呀？给你。不，来，给你。去给爸爸加油，爸爸要比赛了。好，准备，预备，开始。爸爸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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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加油！爸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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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快点！快点！快点！爸爸加油！亲我一下，诺一，快亲我一下，快亲我一下，亲我一下。爸爸好，不着急，不着急。不着急啊！不要放下，不要放下，快点，快点，快点，快拉绳子，拉右边拉绳子，啊，出去了！哎呀，上高，耶！还怎么上高？刘烨，啊，你也流血了吧？都出血了。大姐也流血了。来，大姐有剪的都流血了。谢谢，康康。OK， 好，你喷，你帮他喷。林哥，可以。来，接下来我们第三轮开始了。外国人来。刘哥上。来，好，来，好，请双方运动员入场。好，有请这边。我很厉害哦。对对。我厉害。我更厉害哦。更厉害。哎呀，好。好，我相信你好了。啊，预备，开始。敲一下，敲一下。加油！快呀！加油，快点！我们来听一听最美的男高音，来给大家加油，预备，起。好，来，预备，起。你刚才的凹的没了。加油，加油，快，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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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
使劲儿，耶！哎呀，嗨拜！耶，各位嗨拜！快去，过去！叔叔，嗨拜一下，嗨拜！没事吧？没事吧？手没事吧？更要写了哟。我们第三轮爸爸队胜利！小心手啊！他表现怎么样？好，好，谢谢，谢谢！听到你这样子说，我很开心哦。哦，谢谢谢谢，哇，你好棒哦！好，感谢，谢谢，再见啊！我真没有想象得到，但我知道他很爱帮助别人。我觉得这次儿子给我了我很多很多的惊喜。可以啊，可以。好，我们接下来看看谁掉了。谁来出场的是？大哥你好。大哥，你知道他是干什么的吗？知道。他是干什么的？灌酒的。灌酒的。灌酒。他是中国拳王。真假？对。所以拳王他拳头特别厉害，你得小心啊。哦。啊。你要赢啊。好。不能输啊。好。你要赢。你要跟姐姐的爸爸一样的。好。预备。开始！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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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可以哦，速度蛮快，越来越快。加油！哇，他好厉害！还有两个，我现在才播两了。为什么我在加量啊？导演对我真好。呀，我叫你要赢的。没关系，人生有赢有输，没有关系。我要你赢。没关系，爸爸也会输的，但是输了以后，我们还会再站起来，没事儿，没事儿。我要你再来一遍。我要爸爸赢。啊？怎么了？我要爸爸赢。没事。但是爸爸跟你讲个道理了，都是只要有比赛就会有赢，会有输，是不是？还有这些人很会啊，这些人是特别做这个，我们没有做过啊。对，没关系，我们在其他的地方赢回来，好不好？好不好？我赢的你。我也不了，没关系。我们这轮加赛一场，我们比拳击。比拳击啊！这回打拳击，看看爸爸会不会赢。来，可以吗？来，好。预备开始，打拳击的快快快！不会打拳，不会打拳。开始，好，加油！要不要？好，加油！好，来，我们来宣布。本轮比赛，获胜的是邹市明。爸爸庆贺一下，庆贺一下。哎呀，好，谢，没事哈。好，我们最后一轮比赛马上要开始了，先来看看这个双方比赛的名次啊。到目前为止的话，我们是2-2平，对不对？啊，没有吧？啊，对，搞错了，已经目前的比分已经是3-1了。接下来请双方各就各位，有请。上来，预备，开始。没咋地呀！该到你了，亲儿子！哎呦我的儿子呀！来，你拿着药膏。来，好，抠玉米比赛结束了，我们最后的比分是4-1，我们的王亚袜村顶呱呱队获胜。亲爱的朋友们，
希望大家每一天都开心，让我们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快乐每一场。接下来这个比赛呢，它的名字叫做穿裤子，大家一定要注意，不能够用双手碰到裤子，不能用双手。哪个队先把裤子穿上就获得胜利。首先我们这一队呢，出场的是胡军和刘烨，预备开始。来来，帮他一把，帮他一把，帮他安全。你们只要其中一个人队就赢了就行了。帮我把这个搂下来，这个裤子卡着。哪个？这个搂下来。为了中间呢，最中间呢，往上踢，对，往上。这个从中间。可以继续，这样比较好搞一点。还差一点，还差一点，差一点，差一点。他没递了这裤子啊！本轮获胜的是胡军、刘烨队。穿裤子大赛第二轮。我们出场的是中国拳王邹市明，这谁？村长说：“爸爸，请双方准备好，比赛开始。”对，我们加油！加油！加油！厉害厉害！加油！对，我们加油！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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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继续，再见点，再见，右边右边。还差一点。上饭赢了，赢了，上饭赢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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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赢了。掌声给他。你跟我说说为什么明星可以赢？明星太瘦了。他说你们太瘦了，这个说的有道理。接下来这个比赛就是抢凳子，在那边抢凳子，一共有15个凳子，我们所有的老爸和宝贝们，大家都要参加。大家跟着这个鼓点跑起来，要鼓声一停才可以去抢凳子。听清楚了吧？爸爸，你一定要赢的。你们要听，你们要听。就是要跑，哒，听说 very 轻轻，然后就要这样子。好，来抢凳子大赛，现在。好，啊，抢了，不错，这后面有一个，啊，哇，
能退出。你不能退出，你抢着弄的。好，我们看看这一轮比赛哦。轩轩还有这个小朋友，我们两个先等一下好不好？让刘烨叔叔领着你们玩好吗？找叶叔，对，找叶叔去，快去。叶叔，没想到。我也想跟你一起。很快，诺伊，你参加这个，阿丽加油，诺伊。来，再把凳子。对，往上边对。我要我问你爸爸。诺伊，诺伊。我要问你爸爸。哎，别别别别别！我要问你。哎，哎哎哎 ，OK OK OK， 好，跟爸爸，跟爸爸，跟爸爸 ，OK OK OK， 诺伊，啊，哎，诺伊，诺伊，诺伊来，诺伊来，跟我们一起。诺伊，我需要你帮忙，快点过来。诺伊，帮忙。要不要去？不要，不要，不要。嗯、我只要和爸爸，我不要和大家玩。没事没事没事，来，谢谢，来。看见什么？看见奖品了没有？大家看啊！所有的小朋友们看一下，诺伊。哦哟，这是《爸爸去哪儿》专门制作的棒棒糖，谁赢了这个棒棒糖就可以送给谁吃。曾文轩，你要不要？大俊要吗？夏天要不要？要！诺伊，你愿意继续参加比赛吗？可以吗？可以。OK， 诺伊又回来了，我们掌声给诺伊。耶耶耶！来，围着凳子围成一个圈。围着这儿，就这。预备，开始。没错，诺伊。哎呀，哎呀，我出去了，厉害！哇，加油，诺伊，阿丽，诺伊。爸爸，我要你。好，爸爸会鼓励的。预备，开始。啊！这怎么算？哎，不是，这怎么算？是我的。把冰糖糖放开，把冰放开。这怎么算？咱输了，咱输了。来，诺伊，谁的？过来吧。Bravo， 诺伊 ，Bravo。诺伊特别好，爸爸特别好。我想走吧，我想回去，我不想了。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我们最后剩下的是哪一位，那就代表全队都可以赢得奖品，所以大家要加油喽！没事啊，只要咱们队有一个人赢，咱们都有棒棒糖吃的，你就有了，明白了吗？往这看。来，我们第四轮比赛马上又要开始了啊！咱们有三个选手，我要跟两个小朋友然后商量一下，只要我们内中有一个，有把他们赶掉一个人的话，我们赢的希望就很大。OK， 我们三个要团结，开始。That's okay, sweetie. You did very well. You almost kept going. It's okay. It's okay. Hey. 都坐腿上了，姐。哎哎哎，不难哭。你知道吗？咱们队有一个人赢，有一个人赢，咱们就能拿不到棒棒糖，知道吗？我们队还有一个人呢。你看看，有康康弟弟呢，有康康哥哥呢。还在里面，我们还可以赢啊。还可以赢，还可以赢。Okay, 你刚刚很厉害啊，不要哭，我不要碰你那边，我问你。你猜猜？康二就靠你了。去坐那儿去，对，代表咱们队啊！看我们的爸爸队，已经爸爸全军覆没了，看看厉害啊！康康厉害，好热闹！加油！我们掌声给我们的康康小队长，鼓励！加油！加油！康康，全队就只剩下你一个了，你怕不怕？怕不怕？能不能赢得了他们？说句话，说句爷们儿说的话，一定赢他们。能，大点声，能。能。啊！一开始他就不喜欢玩这游戏。我能退出。你不能退出，你抢着弄。他说这游戏太幼稚了，我不参加，我是必须参加。最后剩他一个的时候，他的责任心油然而起。双方运动员请准备好。康康哥哥加油！开始。
乐享极致 ，vivo 智能手机提醒您稍后看点。抽到什么，咱们就得做什么。这不可能的事儿啊！我这是个啥、啊？对，我应该可以做这个。我不想吃这个。人们怎么要吃帽子啊？记得我的东西在这里边呢。是水泥啊。夏天姐姐，不能走。累，你累吗？真是好累，陈川你家惨了。哒哒哒哒哒哒。哥，你捡房子呢？呀，憋死了。我求你了呀。我女儿还没有回来。帮我！爸爸成长只有一次，给孩子最好的。伊利 QQ 星冠名播出的《爸爸去哪儿》，感谢合作伙伴中国洗衣液领导品牌蓝月亮洁净在身边，乐享极致 vivo 智能手机以及国家专利配方金龙鱼1:1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抢凳子大赛进行到了最后一轮，爸爸队只剩下了最后一名选手康康，他能不能力挽狂澜，为小伙伴们赢得胜利的糖果呢？双方运动员请准备好。康康哥哥加油，开始。康康，小哥放开。没人了，太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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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你是胜利的，你是胜利的，你们一块坐上去的，我觉得你是一块坐下去的，一块坐下去的。哎呀，好险呀！好险哈，没事，眼泪都卷出来了。没事，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进沙子了是吗？我给你吹吹，我给你吹吹，吹吹，这边，好了，没事，没事，没事，哎，没事。我就感觉到他在哭，还刻意的给他吹吹，给他得给他台阶下。我这儿子很好面子，不愿意跟人家争。没问题，特别棒，没关系，特别好，特别棒。接下来我们要宣布在抢凳子比赛当中的获胜队伍是望样望床，恭喜他们。这个是他们赢了，他们得的。他要给你他的糖果。谢谢，你谢谢，谢谢王爷万孙的小朋友。谢谢你们自己吃吧，谢谢你们自己吃，好吧？哇，谢谢哇！你看，这是明明的汤，他跟你分享，你要跟他分享，好不好？好，好，好去分享。对，给他们。我们萱萱来了，快快快，跟哥哥一起，来给萱萱姐姐，给哥这个妹，姐姐妹妹吃。咱们陕北啊，好吃的东西可多了。你们想不想吃？想。好，那我手中啊有5张图片，抽到什么咱们就得做什么，好吧？你会做菜吗？抽圈。你们确定？对，你说抽哪个？你就抽这个了。你一定要抽鸡蛋炒西红柿啊！哇！土豆丝吧？这不可能的事儿啊！这是。哎呦我的妈呀！这是个啥玩意儿啊？吃饭？不，这是个啥？我们觉得我们两个，我也不是很清楚。这个还像这个像汉堡包。对，我应该可以做这个。我不想吃这个。帽子？人们怎么要吃帽子啊？这是馒头。馒头。接下来呢，我们的宝贝们要按照图片上所指示的去找食材。康康和诺伊一组。夏天，萱萱和大俊一组，请老爸告诉你们要找什么，但是宝贝们不能把照片拿走。那这个呢？你找啥我就给你做啥吧，好不好？诺伊，你知道什么是面粉吗？什么是面粉？跟爸爸讲。面粉。
各位老爸们，我们晚上7点钟的时候在村支部书记家，我们来集合，出发。我的家是从那边走的。陈一川，你的家惨了，不好住是吧？哎呀，真是好累。累，你累不累？这比拍戏累啊！我要老根有根筋儿绷着，这孩子的事儿。你盖床单了吗？给孩子？我都给他盖被子。饿不饿？饿了吧？还行，我在中午回去说生下火吧，一屋子烟，我堵了。反正既然来了，咱们呀就把这个踏踏实实给做好了呗。啊，其实对孩子还是挺好的，我觉得。哇，这些小蜗牛好可爱。晚安。你看这，它好可爱，它。全都是屎！哎呦妈！哎呦妈 ！Hello， 你这有面粉吗？请问？请问这里有面粉吗，阿姨？你说？有面粉吗？也不知道。这锅都把鸡蛋洗足了，鸡蛋不够格的口，鸡蛋不够格的口。这里没有面粉，上下一个找吧。你看着我要捡的那个金箍了吧？哎呀，算了。我们要找，不是，不是玩，不是玩。有面粉吗？我三个都要面粉。三个都要面粉。怎么有面粉呢？好，我们吃吧。我们有面粉。我们三个都要面粉。对，都是很大块的。我的面粉。你要啊，他们两个都有了。你要去拿？够不够？够不够？先来吃。不够啊。夏天姐姐，别跑那么快。嚯嚯嚯！哎呦喂！快点走吧，一会儿没时间了，一会儿村长等不及了。啊！那我们怎么还？快点走，快点走！快走，快点走，行吗？哎呀！前面有驴车。我也在运动。帮他捡一捡。老爷爷，咱们一起帮你捡。搁到你的这里吧，行。谢谢啊！我让孩子帮你。好了，咱们继续走，走咱们继续接着我们的路。哎呀，请问有绿绿的菜吗？这就绿绿的菜，你看。都懂了。还有个特别听话的鸡，轩轩弟弟。没有一个蛋，我有一个。我画的多，那就你画画题呀，大黑。我们拿到了。记得我的东西在这里边呢。记得我的东西也在这里。是谁要把我拿？可以啊，好，不要不收。哎呀，好，我们走。哎呀，我拿这边，你拿那边。
边跌倒了，这种会滑掉，很可怕。帮我们拿，水水。哇哇哇！请问有面粉吗，阿姨？有是吧？面粉。有了。给我来差不多半包就够了，谢谢阿姨。嗯。可以再要一点，因为我们俩就是都要用面。够了够了够了，谢谢阿姨。终于找到面粉了，太好了。接下来你要找什么？先帮你找。你是我最甜最美的云彩，洋洋爱日期的曲多白。你没有关系，我也没有关系，你没有我是最低的级。来来来来来，快点。爷爷给你两个蛋，谢谢啊！爷爷给你两个蛋，谢谢爷爷。要到两个鸡蛋也不错了。妈妈，你是我现在最最美的。你去帮一下看看。所以，爸爸，我们终于找到面粉，可是康康哥哥拿着呢。康康哥哥他在哪儿？康哥在哪儿？康康哥哥他拿着呢，他在那里。康哥拿着呢，那你去找康哥要回来。这个就是那个面粉，你看，这个就是那个面粉，看。好了，要到俩鸡蛋了。哎呦，真棒，真棒，康康真棒。康康哥哥，你真棒！爸爸，你端着那个我。拿着鸡蛋，别给脆了。谢康康哥哥了吗？谢谢康康哥哥。哎，康康，那以后你回家还怎么样？你的那个家在那边，康康，爸爸在那边，你家在那边，就从那儿找。我们用这个面粉做饭。你找的那个材料呢？你找的材料做饭材料，你觉得呢？可以再要一点，因为我们俩就是都要用面。爷爷给你俩带，谢谢爷爷。我的材料麻烦，先把这简单给搞掉。哎呀，先把它简单处理掉，再处理难的呗。那来，我们去那边。我已经弄好了，我全部的东西都拿到了。那是我的，那个面粉，这是我的，这是我的，这是我的肉。我的快烂了，我的烂了，我的面粉。掉在地上不要吃，不要做那个事。你看是不是那他那么可怜？对呀，好笑的哎，我只是忍不住。这个有什么好笑的？擦面粉，加面粉。回家找爸爸。不能用，你不能回家找爸爸。又又，哎，不能走。我女儿还没有回来，发生什么事？哎，回来了！我全部都拿到了。你全部都拿到了。弟弟呢？他们还要拿。他们还要拿。这是不行了，又要掉了。和面粉，谁来帮我？我去找姐姐。去找姐姐耶！我去找姐姐，我要去找姐姐。雪雪，
你找到爸爸要的东西了吗？只找了一个面粉。哦，找到面粉了，真棒！只找到面粉是吧？啊，没找到你。行，已经够棒的了。啊，不会吧？这水泥啊，你知道吗？这现在面粉里面有泥啊，有那个沙子了，你知道吗？那现在有了这些沙子，我们还能做吗？不能。今天晚上爸爸想给你做一道很好很好吃的菜，但是现在需要你去拿着面粉。好，太棒了，爸爸在这等你，快点 ，Go！ 爸爸相信你，姐姐。我要姐姐。现在先不要想姐姐，先想我们晚上吃什么，好不好？我要跟姐姐。你拿回来，我们就去找姐姐，快点。不，我要现在。加油，加油！我们吃完了，我们去找姐姐。我们一边吃一边找姐姐，好，快点走，走得越快，我们越早就见姐姐，好不好？跑起来，快了，为了姐姐跑起来，快点。哇，他真的比姐姐比我还要重要。头都不回的就消失在我的眼里面。阿姨，有没有面粉和肉？有。这里的菜手打了啊，这是面粉。谢谢，谢谢。像个速度与激情一样的，我饿死了。你拿回来，我们就去找姐姐，快点。李大俊，哎呀，吃啊！吃不着，吃啊，吃不着！哎呦我的妈呀！你玩开心了呀？爸爸，我找到了两样肉和面。肉和面，要点土豆。好，来点土豆。好，再来点面，这面不够。啊！好了好了。菠菜啊，好，菠菜可以来点。菠菜，到点了，马上因为晚上七点嘛，回家还得烧火，还得做饭，啊。康儿还没回来。哎呀，他能要着吗？哇，天哪，你太棒了你！我看看，面，这是面呀，我要的是做好了的饸饹面呀。哎呀，这馒头，先搁进去，来，你真棒，你太棒了。哎呦我操！哎呦我的妈呀，这怎么越急吧？越急越容易出事儿。要了命！李大军啊！哎，我把地除草。李大军，哎，送给你了。你先别弄那羊了。哎呀，我一天跟羊干上了。过来。干什么？爸爸现在看怎么发这个面，要发一下，这是酵母。你给爸爸拿着水来。来了来了，水来了。水，再来点水。
你。你瞅你那样。我这样怎么了？一拳到完，这成什么了呀？就成什么了？啊，这成冰激凌了吧？冰激凌。啊。那面又不够了，要不咱去做个披萨？可以啊，好不好？可以可以。哎，对，咱不一定按照他那个来，咱做个披萨也行啊，是不是啊 ？OK， 好玩吗？嗯，就有一点黏黏。黏黏的，对，很好玩啊。哎，小姐，你为什么一直看你的手？因为脏脏的。给我一拳。哇，扣拳！看什么样子？好了，不打了。既然你要的这馒头啊，鸡蛋也泡过了，咱们来一个油炸馒头怎么样？好。儿子拿来馒头，咱们就不做那个什么了。哎呦，真是和啥面呀？这个是做馒头吗？怎么样？看爸爸这馒头已经开始。嗯，有这个样子了吧？咱们得做。咱们是五家人，每个人两个，你觉得谁的？行。是吧？每个人两个蛇。不是两个蛇，是两个馒头。咱们现在开始你最喜欢的一个项目。哒哒哒哒哒哒。点蛇。哇哇，大火烧得越来越旺。墙掉下来！爸，我把这个堵到火了，会着火。哎，不行，你堵火，它不，它堵火，不能堵。怎么堵了？啊？怎么不能堵啊？你别堵啊！你堵了，它就不烧了，它就不旺了，它就噎死了，它就噎死了。放油。哇，又变成炸饼了，不行不行！哇，煎饼了变成，啊，我的眼睛！哦，不对，怎么糊了？这个工序错了，但是不能再放那么多油，不能再放那么多油，啊！现在咱们做的工作就是等吧。等会儿再弄。你妈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就会做点饭吗？是不是？我们俩在一起也可以做饭，对不对？爸爸看一眼啊，当当当当当当。乐享极致 ，vivo 智能手机提醒您稍后看点。这里还没尝，这里还没尝，这是叔叔另外一道菜，这个菜。好吃吗？这个菜有点难吃。就快点吧，把它弄回来。你这么痛快？真的？我讲实话，我特别想让他回来。我觉得现在再去接就尴尬，就这样了。我也不想给诺伊这感觉，爸爸离不开你，那干凭什么？欢迎回到由成长只有一次给孩子最好的伊利 QQ 星冠名播出的《爸爸去哪儿》，感谢指定旅游网站快乐亲子游、同城旅游、指定用品行业领导品牌青蛙王子以及指定亲子乐园，在长隆每个孩子都是 VIP，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要说这下厨，老爸们可都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这难得的第一次，结果到底如何呢？爸爸看一眼啊，当当当当当当，特别好。诺伊，过来看，过来看，哇，怎么样？好，是不是？是。大馒头。现在变成一个大馒头。喂，辣椒酱。我肚子揍过你身旁，也没有话要对你讲。我不知不觉看着你，哦，姑娘。这个是什么歌？
这是崔健的一首歌。自己蒸的馒头，自己含泪也要吃下去。过来吃。因为拌馒头怎么样？好吃。咱们一会儿拿这个过去。刘毅啊，哎，哥哥，你俩就住这儿啊？对。怎么样？豪宅？林大俊，刘烨叔叔和诺一就住在这儿。我们基本上就住在土里，这个不是叫窑洞，这叫洞。要不咱俩换换？不不不不，我们这地儿可以哈。来，去沙营，对吧？对呀、用这个火。看得我心里酸溜溜。那锅，做饭吗？怎么选的这么个地儿？我哪知道？我哪知道？好，五组。我要四个。好，我马上给你包一个，马上给你包一个。我要一大块。你先吃一小块，我们大块再拿上去跟大家一起分享。大块，我们这留到最后吃饭的时候，每个我要大块，先尝尝好不好吃？不尝，不想吃算了，这小块。我要是大的，我要一大块，我不要一小块，我要一大块。这是大的，这是大的。千万不要靠地上啊！那是你爸把腰都快累折了，跟你吵的家伙。那炕特别低，知道吗？一般都是这样吵的，那这得落，还得这样擀面，那就吵的是。哎，等，说好的是要等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我要。哎，等会儿不光是爸爸的，还有很多很多，爸爸能做好吃的。哦，来这。那我们玩游戏，不能任性啊！我让我吃一个吗？我知道。这一个就是一个。我知道，我们马上就姐姐来了，是不是？你看，哥哥在这里，你看哥哥也来了。咱们在这里。哎呀，这是村长家。对。哇，这真是真的吗？哎呀，我还准备装的好啊！哇，装的好，快！快，时间已到了。看起来 OK 吗？可是我不喜欢这个面。你可以吃那个面团好了。这个菜。哇 ！Quickly, Daddy, quickly. I'm coming. 哈哈哈哈各位老爸们都把大家的晚餐做好了，看看是不是道地的陕北风味呢？各位老爸们，在一起。谁先来？这个菜有点难吃。然后这里边还放菜了。哦，放菜了。嗯。好不好吃？好不好吃？有点难吃。接下来宝贝们就都可以吃了，好不好？去。每个菜去试一下，拿这个小碗吧。有个，拿这个。画笔试试看这个，试试看 ，try。诺一，好不好吃？刚才这个。煎的。好吃吗？好不好吃？刚才这个。煎的。哎呦，大比拇指。我们呢，每个宝贝儿要发票，哪个菜你最喜欢吃，你就把这个票投给谁，好不好？公主，你觉得哪个菜最好吃，你就把哪个菜把票投给哪一个，好不好？再问阿比哪一个，哪一个最好吃哦？肯定我吧。你觉得哪个好吃？谢谢，谢谢你。哇，我有个绿色的，谢谢你。诺一，你觉得哪个好吃？诺一爸爸做的那个好吃，诺一爸爸的你做的好吃，我觉得你做的好吃。好，那就投给爸爸一张票。我的票是给爸爸，没了。
这没有了。你的。Merci beaucoup。谢谢。这个包子还挺好吃。哇！来，接下来我们可以数一数每个人的得票，好吗？哦，好。刘烨，四票。好。四票。好。朱军，一票。一票。零票。儿子一上来就说了不好吃嘛，儿子已经定调了。好吧。那我们要恭喜刘烨获得了我们今天晚上的巨奖，这个巨奖就是在我们这么缺水的黄土高原，你得到了一大桶水，今天你可以痛痛快快的好好的洗个澡，你随便洗什么都行，好吧？你准备洗什么呀？我准备，我正好我那大锅还烧着呢嘛，蒸馒头嘛，我多加点水让它温一点，完了让诺一跳到里边去洗个澡去。诺一跳过来洗。哎呦，你知道我就特高兴。啊，特别有成就感，特高兴。爸爸，你几岁了？哎，爸爸休息一下，谁的？你累了吗？还好。哎呦，我累了，我想坐一坐。来，坐爸腿上来。好吧，嗯。咱们休息一分钟，好不？好吧。回去，然后那个咱们今天就回去穿着睡衣，然后刷牙，然后洗脸，对，然后睡觉。你要是明天早上起得早的话，爸爸带你去那个康康哥哥家玩，好吧？行，康哥哥家可好了。咱们家呢？咱们家也可好了。当然。咱们家漂亮，对吧？对，咱们家很漂亮。我帮你抬着吧。对，哎，对你抬这边，谢谢诺一。诺一，老爸，诺一弟弟，爸爸，可不可以诺一到我们那儿睡，然后我也睡，我也睡我那儿，好吗？好吧。林哥，明天吧，明天，今天没事，今天都准备好了，啊，没事。大哥哥，今天晚上不睡我的家行吗？你就睡我的家吧，今天晚上。行，这水就扔这儿去。没事，今晚上都不好了。不是，我这谢了。明天一早。诺一弟弟，到我那儿睡。今晚在这儿。你让不，咱最后让他定。诺一，诺一，叔叔那儿比这干净了100倍。你喜欢在叔叔那儿，还是喜欢在你这儿？喜欢在叔叔那儿。好的，让他到我这儿。听话，走吧，诺一。爸爸，诺一。诺一弟弟到我那儿睡，我就睡大家。诺一，你听我说，这样，诺一，你听爸爸讲，这样 ，OK， 你是决定去叔叔家睡觉吗？你决定。爸爸，你今晚会在那边。弟弟到我们家睡觉。所有的你的这个晚上噼噼咔咔呀，睡衣的习惯，爸爸不管，都是叔叔管。好了。你这么痛快？真的？我只要爸爸，爸爸，我不要跟他结婚。没事。真的。那这样，那个哥，那等一下，我把睡衣给他拿上。我有好多睡衣。你看我的睡衣是这样的。诺一，谁的？你真的决定了吗？诺一，你真的决定？这是他自己的一个，就给弟弟拿着被子，给弟弟拿着被子。那个，这是我的被子，你可以，你能帮我拿吗？抱着给弟弟抱着。让我拿着。我那有书啊，对呀，我那有书。不是他也习惯看着。睡觉之前，然后这个是 Peter 这个，你行 OK？ 好，拿着走，好走。那什么？那不是俩孩子闹吵睡不着觉。没事。他是 Peter。走。晚安。晚安。慢点，不错，很好。他能飞，他肯定能飞。我也，你能答对，我也能答对，对吧？他肯定能飞。我们是卖火柴的小男孩。
大俊，开门，进屋。爸爸，这些家好干净啊！哇，干净吗？不是，这有点脏，是我用臭鞋子踩的。爸爸，把这些脏的地儿都给我爸爸来弄洗一下。一会儿爸爸弄。来，站起来，儿子。我给你站起来，把那个裤子给你套上啊，把这个脱下来。可是别看我的鸡鸡。不看。别看我的鸡鸡啊！哎，把裤子穿上。穿上。我特别想，我讲实话，我特别想让他回来。我觉得现在再去接就尴尬，就这样吧。别，现在又感觉又离不开儿子这种，我也不想给诺伊这感觉，爸爸离不开你，那干凭什么？太有个性了，对对。啊，说走就呲儿就跑了。他因为我知道他，他太习惯了。他去他朋友家，是不是不依恋你？不依恋。故事吗？哎，要不讲故事是不是？我们输给他们。我也想哭啊！我自己说故事给你听好吗？啊！我的头发。怎么了？不要弄打结的地方。好吧，打结的地方，你也知道打结啊？打结的地方就是经常不洗，这两天没有给你洗，昨天你不愿意洗头。所以洗完了就不打结了啊！你看，你看，这个水都黑了。今天多少泥巴在头上啊？啊，水冲的是不是啊？不要笑，不要笑，不要笑嘛！怎么样？挺好。你起来，我给你把裤子先掸一掸。以后走路要小心啊！爸爸，爸爸，弟弟，爸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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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也困了？差不多咱就该睡觉了，好不好？啊，哎，哎，任务好。请明天早上6:30之前和孩子一起跟到132号家吃早饭。6:30之前。那个姑娘，你知道那个林老师家在哪儿吗？6:30之前赶到132号家吃早餐，因为。这个他必须得把他弄回来，因为他早上起来再去接他，因为诺伊他早上起有太多的起床习惯了。咱们快点吧，因为我怕诺伊再躺下来就麻烦了，快点吧。但是晚上你看这想赶到132号家吃早餐，因为这个他必须得把他弄回来。咱们快点吧。因为我怕诺伊再躺下来就麻烦了，快点吧。但是晚上你看这儿来回来回去当半小时睡觉时间，那早上明天早上起肯定起不来。林老师，
刘老师，诺一喝完奶跟爸爸回去。不行，诺一必须在我们这。今天不行，要那明天6:30之前要到这个132号家。你今天晚上你那儿行不行？行，没问题。你放心，没问题。那明天早上可能会比较难受，爸爸会5点钟把你叫起来。大哥，大哥，诺一，你抬头看，诺一，你看星星。哇。嗯。特别多的。对，你看这星星多清楚。本来你诺一。点上烛台之后，里边东西都很质朴，然后很安静。哎，我自己挺感动的。我相信诺伊会感受到，因为他第一次跟爸爸睡一张床，然后突然我就爱上那个地方，我觉得特别好。爸给你讲笑话过河啊，讲完睡觉啊。从前呢，有只小马，他想回家。这时来了一个老爷爷。不是来了一个小松鼠。老爷子，小松鼠。啊，对，来了小松鼠。小松鼠说：“这小马，小马，你把这个石头一块一块的放你脚前面。”小马说：“哎。”梦想极致 ，vivo 智能手机提醒您下期看点。早上早早起，要想吃东西特别容易。这是杀你爹呀！那什么脸上了？陈总，我们要干什么？你们负责俩的任务呢是？我说开玩笑嘛，诺一啊，爸爸今天可能把你卖了。快点，轩轩！快点，我动了。不要了，别听他的。为什么不听我的？要了命了，难死了。这是一项不可完成的任务，那怎么办呢？必须哥几个要协同作战。梦想梦好，你值班了吗？我怎么插不进去了？我这在北京都打起来了。哦，对不起，对不起。你是魔鬼吗？全！我的天哪！爸爸。喂。我发了。啊，他被地震穿了。啊！诺伊谁的？如果我去国家，谁管他？牛逼，他强不弱，他的手掌有点点粗，牵着我学会了走路。谢谢你光顾我的小怪物，你是我写过最美的情书，纽扣住一个家的幸福。爱着你呀，风雨无阻。走吧，走吧，我们去哪里呀？有我在，就千不怕，你不怕。宝贝，宝贝，我是你的大树，一生陪你看日出。